本唱把我们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当我们同在一起，心快乐无比。你对着我笑嘻嘻，我对着你笑啊。算了算了算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算了那么严重哦，才艺表演这几个，这几个。认错，然后这一题东西哦，我有把它装笑尾，哦，有没有很简单？有哈，哦，好，这样当像是你跟我嘛，然后一起的时候要蹲下，当我要转，你也要转，然后一起的时候要蹲下，就这样站起来，不要蹲下去就赖皮不站起来了哈，哦。哪一个方向呢？我们现在通通往这个方向。蹲的时候你就蹲下去，只要有一起的时候就蹲下去就对了。好，来准备开始了。现在有那个手脱臼的哈，我就要请那个教练来帮你们那个好好的瞧一瞧。那个教练组也玩得很开心，那个活动组的去抓教练组的包这样。好，来准备喽，一二三，打我。
姓大名来自哪里？啊、我叫郑宇辰，然后来自新庄。我们要给他一个热烈的回应，就是宇辰好，来大家一起问好。所以你只要给他们更清楚。哦、我叫洪国汉，我从台北市来。哇！哇我叫潘东卓，我从台中来。好，记者给他们三个一个灯。好，再来，请起立。好，来，注意我的口号哦，和平。和平急救行动，
连装了几次了？三个灯。来，我们大家认识大家一下哈。来，这些有灯的人，后面会活动，让他们继续有灯，你们一定会很高兴。大家好，我是三个灯。只要告诉我们的名字，就叫三个灯，明明就叫东部，是不是？我是两个灯。为什么又在第二个？所以遗弃了。为什么遗弃啊？不知道。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文堂，两个灯。没有，三个灯已经结束了哈。你们那个应该是黄色的啊，我们是急救员哎，黄色的啊。对啊，他们是急救员，你们可以把他们抓来急救一下哈。现在呢，我们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方法，我们来大家做彼此认识哈。来，还有我们每一组都要有笔哈。我们的笔刚刚在那个白色的，嘉俊那个是十二支的，给他们十二个人的那个，没关系，都可以。不过在有一盒不够，不给大家用的。那个先别用，那个是他们不够的再用。我这边不够。那边哪边还有？不够的来这边拿。来，有每一组都有海报纸了吗？都有了哈，每组都有。好，来，等一下呢，发挥你们的创意，把你们的手掌放在你们的海报纸上面，然后你们可以画，把你的手画进去，每一个人画一只手就好。我知道每个人都有两只手。啊，助教也可以，只要画得进你们就画。来发挥创意，把你们的手。每个人的手都放上去，然后掌中心写上你们的大名，让每个人都认识你。然后你这个画纸的颜色跟色笔的颜色尽量不要接近，不然会看不到，除非你故意不想让人家认识，所以绿色就用绿色。交换。蓝色当数的，蓝色当数的。
来，每个人把手掌画上去。
我们的助教都会跟大家讨论，他们很拼命哦。好，来大拇指写好了，来写食指。你觉得你最得意的是什么事情？最得意的，去爬了那个星光三月的50层楼高。最得意的就是我从台北火车站骑脚踏的脚踏车骑到淡水，还是我最得意的是我书法拿了冠军，而最得意的事情我把我的硕士班给念完了，而且里面是念6年，因为老师把我大了，太彪了，那个人不是我，是我学长。最得意的是大拇指是现在的心情，食指写你最得意的事情。好，没关系，你们写错地方，知道他的意义在哪里就好。得意的事情，看我们的组员都会上盯着你们，每个人都要写，一个都不能落掉。写好了哈，来小指头，最小的小指头，给你们这2天2夜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？不要每个人都写，我要过关，我要拿到证书。来，小指头写你们这2天2夜最期待的是什么事情？最期待你学到什么？还是认识朋友？能过安全的结束。以上我讲过的都不许写，没有开玩笑的。好，小子同学，你们这2天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？期待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期待人家能够红头仔耶！很好很好，我最期待平安回家。很美了就要回家。到家了，考试过关，考试过关才是最重要的。还有就是你学到了，真正学到了一个技术。你自己怎么救？啊，对啊，会啊，会啊，找自己有。你自己会包扎？啊，你只会救人，不会救自己啊？我的健穿很简单。哎呦，好久没有坐地上。来，都写好了没有？写好了。来，我们第二张海报继续给他们。还有第二张海报。对呀，你忘记那个刚刚我们那个生活组的，我们活动组的有跟你们讲要做什么？跪旗啊，你们的跪旗。然后你要想一下，你们的跪呼是什么？还有你们明天要演的话剧，你们短剧短短5分钟而已啦，所以等一下让你们脑力激荡。来，我们各组一张哈，拿一张画你们的对旗。我们换一个颜色，蓝色拿出来，对，蓝色，对，蓝色写出来，你们的对呼也给它写出来。还有你们的话剧表演，这短剧短短的5分钟哦，很简单的话剧。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范围，你们的话剧可以以我们今天的活动来衍生。